棕榈油是一种热带木本植物油，是目前世界上生产量、消费量和国际贸易量最大的植物油品种，与大豆油、菜籽油并称为世界三大植物油，拥有超过5000年的食用历史。棕榈油榨油生产线工艺流程：棕榈果灭菌杀酵脱果脱粒破碎压榨过滤棕榈毛油。棕榈油是一种重要的工业原料，在工业生产中有多种用途。以下是一些常见的棕榈油工业用途。生物燃料，棕榈油可以被用来制造生物燃料，例如生物柴油和生物乙醇。润滑油，棕榈油可以被用来制造润滑油，例如汽车和航空发动机的润滑油。肥皂和洗涤剂，棕榈油可以被用来制造肥皂和洗涤剂，因为它具有良好的清洁能力和起泡性。化妆品，棕榈油可以被用来制造化妆品，例如面霜、唇膏和洗发水等。食品加工，棕榈油可以被用来制造食品，例如饼干、巧克力、糖果、薯片等。医药工业，棕榈油可以被用来制造医药产品，例如药膏和口服胶囊等。包装材料，棕榈油可以被用来制造包装材料，例如食品包装袋和塑料容器等。总之，棕榈油在工业生产中有着广泛的用途，因为它是一种非常实用的原材料。